走过54年，跨越半个世纪的工东高工，5月1号校庆日这天，学生用圣歌、舞蹈敬拜赞美，祝福学校生日快乐。103年2月3号正式成立的工东校友会，在校长蓝正芳、校友会会长张立志的带领下，校友及全校师生一起唱校歌，并升上54年来第一次升起的校友会会旗。工东校友会赞！我们走过了半世纪，可是呢，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走向新的未来。那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努力，希望我们工东高工永远都能够效应昌隆。会中颁赠仁爱践行募款给台东救星教养院，以及表扬学校的资深教职员工，感谢老师们对学校的付出，并且将习志平神父牺牲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。徐祖珍、黄清海采访摄影。